正当苗栗县因为国小裁并校案引发社区居民和县府的对立时，前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副署长黄新发先生在瑞湖国小五十相聚重温瑞湖 style 校友会中提出了他对裁并校方式的看法。台中土壤该买病态十七张好搞，但买病态十七张好搞，病态十七张俺没起病贫穷，什么病态？俺快比坟告，俺快比坟告有嘛好处呀？是吧？坟告考试了一坟告考，我搭礼拜二有英语一坟告上课，因为三年来做唔得个，土丢脸书啊。主要三五三六七三，跟我教育面啊，按呢吼，年轻人来学习个社会化，书高又追求叫做社会化，我从沙边人接触，接触越多沙边人学习的机会就越多，你全部旧都穷啊，计算也穷啊，互相学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哎，他敢有清华的传统，比后人他强了，哎，那给港铁，虽然港三铁，他敢翻过，那我卡虽然讲你话么，哪万年，三万哪万年，一个哪万年，但你阿干部，一只风中下来的玉山，但来做成翻过，但你朋友讲话，俺能翻过的制度，哎，你教育啊，学会翻过啊，都哎呀，唔可以骗人翻，骗人唔可以挨翻，哎，互相合作。在社会上学教的学习吼，你个按社会而家无办法学到一点。教育小本从小被从泰山非常接触，但你唔好失去一见。将阿温讲下，也似乎因为当时乡长夫人、乡长支持推广啊，舞龙舞狮出去有痴心行为后，去监视你讲啊，似乎因为伊阿姨似乎在做个事情，其中高中去讲，我讲柯南好，柯南好用，柯南好用。我说你读哪一个学校？他说我是瑞湖国小的，给卡树公的瑞湖国小毕业的。所以俺暂时努力哈，将西型的学校按变态，按变态，变态些方式，唔咩啊方式。俺讲的方式，一年颜色留下了，一年颜色用幼稚园留下了，因为佮从亚的较穷的时间，带起较方便。这个中年级以后，到高年级以后，做带去太好搞去开始，我躲避球比赛，我要日本人通知台湾啊，搞一下四年讲骑马打仗，是嘛？哎呀，谢谢搞骑马打仗，这日本人带来的游戏啊，做你做团结，他有办法成为一个队伍去打。但系我十岁，哦，咱们中年级没有你压力，我话你完全用一只好搞变态啊，提防的心情非常的厉害。就像割听眼尿用的，割眼尿用的，所以俺最近了，啊，讲个实事的事情啊，他们给那个福智基金会，福智啊，福智几多苗栗个情况地方做好搞，给留下问题的字体，同时给做的都 IT， 以及啊给那个信徒网络字体，也几多给有名有只福智中小学，给小孩都。苗栗，那就加入上个单嘞，说服，他讲做的家本福智了省的，那个福智中小学啊，如果有做好啊，给规模要分开，给我留一部分本，不贴字体很多啊，也还一个方式，那就带带去，带带去拜访福院长，啊，太亏给福院长，就这样搞就很乱，很抱歉啊，啊，谈到我请你总给他。庄胜龙校长讲的重要啊，我吓一吓，讲要在好搞，无建筑执照，无合法的建筑执照，也无合法的使用执照，啊，快点嘞，也唔咩好搞唔错，唔咩高装嘅唔错，唔咩梯房嘅唔错，做一些嘢供出来咧，坑坑狂狂，我阿妹比我比负心啊。外面付钱的人唔咩去冇结婚啦，要结婚，因为冇先登记嘛，冇先登记，按照了程序为章啊。全国安尼情形，安稳，全国安尼情形多冇当多，高速铁路、透路案、整数案都土地，尽管也留户可能要留留户个土地哦，啊，将我尽量的拿到使用执照。高速铁路有使用执照嘛？因为人家
推片要交接个去机场的交接，而发执照，不发执照这样做就不行咩？做嘛拿到执照？伊就个发片个，挨公共时间的时间，伊没有问题啊，要在方方都要完全问题无问题的问题，因为程序的问题，唔敢是无政府无出面来处理啊个事情，啊好好的搞噻，就不要闲置下去，或者变那个。俺一米要买附近的政府做事情的方式啦，要在按辛苦，俺非常钦佩当时的文政平工作从庄到庄哦，给克服很多困难，好像阿爹做事做唔得个，溜溜小小以前有门槛做唔得啦，俺过一阵有需要啊，俺就有需要十块来做顾问啊，做顾问，你政府出来克服俺那么哪一种安全问题个，俺甚至土地的冇问题呢？只不过人定义的长期是你政府规定的法律啦，法律不符合咩啊事啊，有做改啊，何况况且国天要我做的，太极原则按照土地面没定义后，你要我做的，心中有法律，就有爱你了，有你了有心结结啊，没心结结了，那你那个结结问题的方式多不多啊？有的那个程序文章发钱。发一多钱？发一个牛，发一千万没发钱，发一个牛没发。然后后山到八月一号就没后山了。但是有段时间可以努力的发啊，扶持啊来基金会啊，你个全国来按油面都那个用地咩好搞，太搞穷了，很痛啊。假使一个油啊咩好搞的，叫做下去，个人提供个资金小牛啊来，有的有必要，或甚至会引进。其他我不安和优秀的肢体了啊，因为但是包括高科们很无奈啊，因为高科国教科长来个比较难做，没有建造执照，没有使用执照啊，留下就不同过呀，留单过很多高科，留下很多监管科目，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啊。不过啊，你们看到有的好搞啊，有一点伤感是吧？我看着真的有是一点看他，眼看他起高楼了哈。眼看他宴宾客，当然现在没有楼垮了，但是人在楼空啊，所以走向这样，那这样真的一定会走向这样吗？如果说台湾，我现在在负责，因为佛教积分，佛教属于安乐志愿追求，将来做实验教育也跟神医有关哈，来做神医懂的小学啊，包括大南的全人中学啊，要全部会做的地方啊，都已经着力过，因为。当多些人呢，其中一部分的些人呢，是在他不适合团体的学习，叫做小范围的学习哈，对他是成长有帮助。更没太不好上个案呢，小部分孩子二案呢，所以留下这种学校是有他帮助。然后广东传媒的高有问题哈，是在忙里哈突变一般行政指挥了，就马该事情，处处碰壁了，处处困难了，但是。家长不安，像家长说来送好搞了，送去清河好搞了，拖被拖到清河了就好了。但是看起来就是要解决的问题还得好搞一点，还是两个字，他无奈一点。所以黄校长也许他就是很能够把他这个阶段走完哈，很圆满的跟各位交代，各位也给不要给黄校长任何的压力了啊，他已经是非常尽心尽力，我们给黄校长掌声好不好？要做一个结束营业的店长哈，心里是很无奈的，但是他会办这样的座谈，我是不晓得是今天早上我太太跟我讲说，哎呦这个活动要来，我突然想一下说，前几天我到过县政府，然后突然想到，过往的岁月啊，跟这个瑞虎有过这一段啊，其实我这一段话也没有跟我太太讲过，也许他会骂我说那么多嘴啊，又讲述一些事情啊，但是我是觉得说，看到各位。爱这个学校，曾经在这里努力过，也期待这个学校不仅仅只是学校结束而已，如果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使用，然后仍然创造你们都是以诚心所为，创造这个非常让我们这个有前景的这个方向，也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谢谢各位啊，谢谢。